接下落嚟男音曲《重寻》，系我好喜欢嘅男音曲。余坚以为啊，《重寻》可能系过去五十年最好嘅男音作品。佢第一句话：宁波路古城音，春山无恙人笑暗，渺无寻处旧结同心。呢首男音曲作者是两个高手，高福永和陈双伶。有几高手呢？原来唐迪生写了曲要找他们改一改的。他两个呢是读番书的，在赤柱圣士提反，两个是书友。高福永的爸爸很出名，叫做高可伶。高可伶在澳门原来是赌王来的，何鸿燊是他的后辈。高可伶呢是垄断了澳门赌场24年那么久。但他未发达之前，大家知不知道？不讲他不知道。他在乡下就是打木鱼唱男音的。所以他的仔很喜欢男音同埋呢个填曲词嘅。佢个仔高福永老豆逼佢啦，就要读法律，去咗英国读法律，返嚟呢做咗大律师。跟住呢老豆又安排咗佢婚姻等等。重寻一曲呢就係描述爱人离开咗啦，自己一个人专登去故地重游，睇睇以前拍拖嘅地方。三年前我第一次在这里爆料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。我说重寻是哪个去重寻呢？寻哪个呢？五十年来没人知道嘛。那我就好彩在图书馆见到高福永的诗集。一看哦知了。原来高福永呢应该是1976年的时候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里面有个心字词去重寻。日比谷是江户时代的古城，所以有古城音这句。公园里面有个湖，形状好像个心字的，所以叫心字词。所以第一句就说古城音，渺无寻处旧结同心。高福永和陈双伶两个人一人写一句，大家将曲词呢是互相切磋。他们很大方，将重寻的版权呢送了给粤剧的大师阮兆辉。那我们很多谢阮兆辉先生今天给我们呢许可可以在这里唱重寻。我又多谢冯公达先生，他呢特意安排我见一见阮兆辉先生在六月饮一饮茶。那我就乘机将高福永和陈双伶的诗集送给他，然后讲我的故事，我认为是高福永去重寻啦。咁阮先生听咗之后呢冇反对我嘅意见。不过佢仲加啲料俾我。佢话曲中有一句话，恨杀迷离冲水再去淘根。淘根呢两个字就包含咗个女主角嘅名。咁我就喺度諗啦，女主角系咪日本人呢？系咪叫桃子呢？淘根系咪这个桃字是凑韵呢，即是啱啱韵就拿个根字啊，亦话是日本人有姓根本的嘛，可能这个女仔叫根本桃子呢，我乱咁諗啦。咁啊全部都唔系真㗎，我乱作㗎咋。咁啊究竟个真实情况系点呢，就留返俾大家去猜想啦。我哋今日呢有请李玉华出场。好耐冇见，李玉华风采依然，同埋依然小心啊，唔好跌落去。打错脚几轮准你话，唉，两年冇开个人男音演唱会啦，疫情又紧张起嚟，今晚你哋都喺度，真系要深深多谢你哋。今晚我知道有啲曲艺界嘅前辈嚟撑场，真系好多谢。唐老师话赶嚟，咁希望佢赶得切啦。因为其实老师听晚又喺呢个场度又有男音粤曲演唱会，
所以咧就即系一系冇，一系就一齐。咁所以佢今晚好多有预备嘅，惊即系唔知赶唔赶到。佢话尽做尽赶咁啊。头先点都好啦，我要喺度请大家同我用掌声，多谢各位前辈，又多谢唐老师啊。仲有要多谢嘅咧，就系啊黄国俊博士，佢帮我做咗司仪好多年噶啦，啊俾咗好多好宝贵嘅资讯我哋，系咪啊？咁除咗黄博士之外咧，我后边我身后啊，我个好朋友、好拍档，包括喺后边你见唔到嗰啲台前幕后好多工作人员，全部都系义务嚟帮我噶，即系收翻个啲咁样嘅居马费。如果唔系今晚呢个节目真系搞唔成嘅，希望大家同我用掌声多谢晒佢哋。最后有一定要多谢就系你哋，冇你哋搞唔成啊，系咪啊？多谢多谢多谢。好啦，我而家翻埋位唱歌啦。好，有请我啊李玉华演绎《重寻》。好多谢多谢。咁啊，唱之前咧，或者我哋唱几句啦，即系睇下嗰个音乐嗰个大细声比例咧。呢个阿唐老师教落嘅，佢话你一开就唱咧，突然间人一几话听唔到真声，一啲又听唔到虎声咁样系嘛？唱两句啫，好简单，唱句八板。你要同我听下人声同埋音乐嘅比例，男音咧就有同普通流行曲有啲唔同嘅。男音个人声咧就需要大少少嘅，即系唔系话好行音乐包住个人咁样嘅，因为系抒情讲故事啊嘛，你要听到个故事。所以我哋个比例咧就人声啊，大概系五三到啦，咁啊音乐就四七啊，咁样嘅，即系咁样，我哋觉得个比例会靓啲。你帮我听下录播下，我唱句八版啦，好嘛啊？借酒消愁，烟愁一滴浓愁，得唔得？得唔得？得啦，得啊！俾掌声听下先。好啦，得啦，咁我哋就嚟唱《重寻》咯噃。啊，咁我都想凭呢个歌名记忆啦。希望我哋好快重寻昔日，我哋每个月都开一个小型男音演唱会，同大家一起快乐唱歌嘅日子，好吗？啊，好，而家我哋咧就玩嗰个八板，嚟开始今晚嘅男音演唱会啦。
去呀、啊。
心莫影夫安乐抑或就话掩埋恨啊留咗，要多谢阿阮兆辉先生同埋呢个天星唱片有限公司，因为个版权系佢嘅。阿辉哥话属于公司嘅，咁佢都好即系好好去鼓励我，话你多啲去唱，多啲去教呢只歌啦。啊，即系话唔紧要嘅，唔使讲版权嘅，话男音，因为都搵唔到钱。啊，佢话你教多啲啦，教多啲啦咁。系重寻呢首曲系咪好听咧？佢嘅情好真，但我成日都谂紧咁伤心，仲要行乜嘢咧？点解要行咧？咁可能伤心个人先知道。